家好呀，我是小汪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田园案吧。这一次玩的关卡是这个，要你命3000。啊，这说到这个3000，不是有一个僵尸叫做 Disco 3000吗？难道这关里面都是这个僵尸？这不对吧？这一关的玩法是自选植物。啊，这对面的僵尸看起来种类还是挺多呀，但是没有看到 Disco 3000这个僵尸呢。这一关给的植物还是挺强的呀，而且后面还有两排奇装萝卜。好家伙，对面就出现这么一些小僵尸，虽然后面还躲着一个金面巨人，但是在我们这些植物的面前，感觉这个金面巨人也扛不住呀。死过。毒蛇，你这后面竟然还冒出这么多的巨人僵尸啊！我还以为这关都是一些小僵尸呢，不过我已经种了很多的植物了呀，现在也不用怕这些巨人僵尸了。一个字，绝。现在终于是最后一波僵尸了，对面又是出现了一些小僵尸。好家伙，后面的这些小僵尸都还没有走进这个地图里面呢，就已经被干掉了，这也太弱鸡了吧。最后成功干掉了所有的僵尸，轻轻松松地通关了。